送到这儿吧。啊，你箱子给你。你真要走吗？昨天的事谢谢你啊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那我走了。啊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哎。啊。那个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嗯。就是。算了，你走，拜拜。哎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有机会我请你吃饭。啊，行。拜拜。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只能漫无目的的寻找。最后终于看到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，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到机场了，那个之前在你那住也挺麻烦你的，等你来了成都。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段话。你不是说不来送我了吗？他以后见不到你了。你怎么哭了呢？拜拜。哎，贝贝。啊？可以留下来吗？咱俩又没什么关系，你让我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呀。那如果有关系的话，那我当你男朋友吧，这样不就有关系了吗？哈哈哈。哇，这我赶飞机，拜拜。哎，你有男朋友，为什么让我装你男朋友？那我很严肃的告诉你，你被绿了。开什么玩笑？还这么突然吗？你去哪儿呀？啊，你箱子给。你不是走了吗？啊，我身份证丢了呀。啊？